大家好，我是方市长。今天是8月10号的，每天在这里为大家解读过去24小时盘数字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还有盘面操作的心得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请点赞加关注，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好了，我们来开始这一期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吧，这几天的盘面涨势一直不回头的这么涨下去，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说，现在入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担心，一入就会有一个回调。那我干脆就在回调的时候入，但是它每次也不来一个升幅的回调，所以搞得大家或者说进去的人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它会有回调，可以提前出来回撤一下。但是现在他也不知道整个行情，所以现在每天涨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现在搞得人心的行情都琢磨不透，但是呢，现在如果以这个点位为最高点的话，现在这个位置算是比较高了，也算是摸到这个箱体的底部了，差不多了，是不是摸到这个箱体底部有一个回调的动作也说不定。所以我是打算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是空仓，我是打算在它一幅升幅的回调的时候再入。什么叫升幅的回调呢？就是比如说在这里回调到这里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4万块钱以下，说白了就是4万块钱以下，我觉得入比较，算是比较一个入的话一个安全地位。它要是一直往上涨，我相信以前面的参照的经历来说，它就算怎么涨，它也有一个将近30-40幅度的一个回调，所以应该来说等得到。所以，我还在这儿等着回头再入。Hello，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期视频下面的留言吧，有6条留言。然后，社长这么注重防控风险的人都决定追入了，散户估计都已经跑不入场了。即使庄家出货，也大有人等着接住。除非美国基建法案比比特币加税搞点幺蛾子出来，我看比特币再难回头到40万以下的。那也就是说，我上车无望了吗？40万是最高的，等解套。40万是最高，等解套。40万4都没有套吗？你怎么叫等解套了？今天45000吗？你没有套啊？什么意思？如果29000入了，到50000利润就很大。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是自己造成的。最近回调的拉升，大概率是韭菜追的。我进了群里，很多人追了。什么群呢？那玩意儿？是啊，看来这一波拉升，主力拉升，哎，主力拉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就是想吸引韭菜嘛。主力拉就是想把韭菜拉进去，然后主力跌就是想把主力散户的筹码给他跌出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位朋友刚才说的，等我都进去了，等我都想进，那看来主力拉升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嘛。其实说实话，大家对比特币为什么涨、为什么跌，心中难道真的有个所谓的衡量的一个绝对标准吗？没有嘛。大家为什么买进，就是因为它涨。哎呀，它涨了我就买。哎，一跌我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为什么涨，为什么跌，为什么涨，庄家拉它就涨，为什么跌，庄家打它就跌，完全没有标准。所以我是以一个我现在慢慢心态调整，就是说以一个长期投资的心态来入。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涨或者怎么跌的话，我反正觉得10年8年或者说4-5年的这个期间来看的话，你应该来说，这个比趁现在价格应该来说都是低位，那么我就入一些，就是说我知道大概率风险，我就算不管哪个点位进都有可能被套，但是如果时间放长到一定长线之后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点位入的价位都算是比较低的话，那就可以入一点。但是入的话，我也不想啊，这，就是说我还是保持一个不追涨的心态，就是说它在涨，我就是说这一个趋势是在涨，我就不入了。我就是说要等它，比如说在这一波趋势下跌的时候入，它总会有，它不可能就是说它比特币就算自己涨，它是一波涨到多少多少，它总有一个回调，它回调的时候我就入，不管是什么价位。就是说也许
4万块钱看不到的，但是我也不想在你这涨了7天入，我就想要它跌下来的时候入，就是不追涨杀跌嘛。社长动摇了，又多，是社长动摇了。怎么说呢？我这个动摇了也算是我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因为我以前可能看的时间就是比较短，比较怎么中线，我现在觉得，第一，我不是说了吗？我现在在做一个我自己的游戏项目，所以我也不想整天盯着个盘在那看。所以我就要把我的操作时间放长，放长线的话，我不是说了吗？比特币其实如果你用投资的心态来买的话，就是以一个对抗通胀的工具来看待它的话，那么现在的价位放在4-5年以后，或者说7-10年、8年以后看，那应该来说大概率都是低位。那么，那我现在买的话，应该来说，在4-8年以后的。以后来看我都是盈利了，那么我就不用太关注它的一个风险的波动。其次呢，也是觉得怎么说呢，从这一波跌下来整个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如果3万块钱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低位的话，那么跌到4万块钱以下的话，我就买入，就算被套也套的不是太深，因为如果3万块钱是一个底的话，那么它如果能跌破4万，在3.78万我买了，然后跌幅跌到3万块钱以的买的话，那么套的也不太深，而且我也肯定也不会全仓一下买进去，我就是说，在比如说跌到4万块钱以下我买一部分，如果真的跌到3万块钱以下我又买一部分，然后如果跌到2万块钱以下我又买分，就是分批买，我也不可能说啊一下全仓买进去，是吧？也是肯定有个仓位的管理的部分，所以我现在就等着看它什么时候跌破4万，就或者说有一副升幅的下跌，至少有50%的，就是说以这个价格跌了50%以下，就是说什么叫50%，就是说从这一波上涨的50%啊。就是说从这个地方起点到这个地方的终点有一个50%的跌幅的话，那么我就追进去，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跌幅的话，我也不想追，我就是说我追进去我也不想，我知道现在我不是说了，我说有个长线的操作的话，现在任何价位，比如说就算6万块钱买的话，放在10年以后可能都是低位，但是我还是讲究一个中短线的一个进场的一个策略，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里一波跌下来是吧，跌下来我在这里进，从这里进下来我从这里进，所以我想怎么说，我有一波这个涨幅的话有个50%的跌幅在进，就算比如说你从这里今年的话从这里一波涨起来涨到这里，它也有50%的跌幅啊，我在这里进现在不是又赚了吗，是吧？反正我不说了，我现在思路放在4-5年或者10-8年，那我就不用在乎这1-2天的一个涨幅的追高，所以我就在乎，比如说你这涨，这不管涨到什么地方，就算你涨到涨到6万块钱，你不跌到，比如说从3万涨到6万，那么以我的刚才说的，就是涨了2万块钱，那你跌下来1万块钱，那我在5万块钱进，跌个50%，从涨幅，就是说从你这一轮的起点到这一轮的终点，不跌个50%，我就不进，以这个标准来进，因为我不是说呢，我的周期已经这么长了，我就不在乎你这所谓的每天涨个1点点的，我追高追个什么屁啊！真是，我就想追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说我的眼光放到7-8年时间，但是我短期入场的点位，那我就不在乎你这1-2天，就是在乎你这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周线，至少是周线级别的低位再进嘛，所以。你这涨每天涨一点点我都不在乎，就看你什么时候跌个50%再进吧，就是这个心态。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最后来说一下我这几天关于我这游戏开发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我分享一下我最近对 NFT 游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看法。以前我说比如说 Anix Infinity 他们的游戏完全没有
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游戏，或者说其他的游戏，是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缺点。但是可能在它既然叫做区块链游戏，而不叫所谓的游戏啊，或者说链游，或者说叫手游，它可能玩法确实就是说，因为来玩这个游戏的人，他们80%以上，他们就是抱着一种来赚钱的心态来，就是说本质上它还跟其他的所谓发行的其他的币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说你不要在乎它就是一个游戏，你在乎的就是一个币。你比如说以太币啊，比特币啊，还有狗狗币啊，还有以前的币，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币。所以说你如果把它看待一个游戏了也没错，但是呢如果本质上来玩投资，来玩这个游戏，来玩这个币的人，80%人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币来买的话，那么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币。也就是一个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给它一个想象空间，要涨，就是说你别人买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别人是来赚钱的，或者说是来投资的。那么这个游戏我看了一下 Anix Infinity 他们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说最开始他们发行了大概几千个吧，几千个那个就是 NFT 的那种 Anix， 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你每一个人入场之前要买筹码是吧，买筹码，我这个每一个筹码都有编号的，不像比特币一样你每一个比特币都是一样的，但是 Anix Infinity 它是这样，就是说每一个人你要，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赌场，就是说一个币就是一个项目，或者当作一个赌场，你买币才能进去玩的话，那么每一个币都有编号，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每一个币作为一个属性上面的修改。这样比如说 Anix Infinity 他们每一个 X 阿西的话，他们每一个币他们有自己的什么速度啊，防御的属性的不同，那么等于说你就可以想象成你买每一个比特币或者买一个以太币的每一个以太币，现在它自己加上自己的属性，就是每一个比特币有防御属性，有一个攻击属性，还有反正你就想象你知道了，你可以做游戏，你就然后这些币的话，你们就在你们自己用某一种游戏的规则在这对战。你比如说比特币里面要挖矿吧，是吧，就是要矿工里面挖矿，挖矿你要什么计算，你要买矿机，然后矿机的计算 要快是吧。那么在有 NFT 项目中间这个游戏的它的挖矿，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两个币，两个币互相之间按照某种规则来对决一下，赢了的呢就相当于挖矿成功了，赢了的就挖矿成功，你就得到一个币，就分享一个币。然后实际上它本质上你每一局游戏实际上就是在挖矿，你每玩一局游戏这个游戏就挖了一次矿，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这个币就这么就说这以前的挖矿是用矿机，完全就是看谁的钱多，就是看谁的矿机的能力强，比如说你的矿机计算快什么东西。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人对战一下，看排兵布阵怎么样。好，然后就这样玩下去。如果你把玩这个 NFT 游戏用这种眼光来看的话，其实那就不在乎什么所谓的游戏。现在就是说像现在很多3A 游戏一样，你没有必要做3A 游戏，因为每一个人来玩他其实玩的目的他就是想挖矿，那你赢了之后我就分到一笔矿，然后最终就是说他的种子，比如 他不是说了吗，有5000个种子阿西，然后5000个阿西之后他要繁殖，就是说你挖矿挖的越多嘛，挖矿怎么挖矿呢，就是繁殖，就是一个比特币生两个比特币，那生的过程中他又要你买另外一种他的币，然后你需要另外一个币才能繁殖，然后把这个系统怎么玩下去，怎么把它推进。所以整个 NFT 游戏的模式的大概我觉得我这么理解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设计一个游戏的，你看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我不用对举例，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想投入这个赛道里面去，很多人他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把这个游戏开发出来，也就是搞了一个项目，然后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网站，然后在很多地方宣传一下，搞一笔市场推广的费用，然后就相当于搞个资金池，
不需要你有很多资金，比如说他阿西也不是一样，他先卖了5000个，好像是卖了5000个阿西这种原始的 NFT 这种卡，然后卖给你，每一个最开始都不知道多少钱的，但是我比如说我自己搞一个项目，我也可以买5000个最原始的这种NFT 这个卡，就说你买到之后，你就可以入场去玩，就相当于种子矿一样，种子比特币。然后你有了这个第一个币，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你先买个蛋，然后才能孵蛋。然后你买了这个之后，比如说1块钱一个，我买5000个，我就卖了5000个本金，然后5000个本金就放在池子里面，然后就滚滚滚滚滚。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做一个项目，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项目要多么多么好啊，一定要最开始可能也不好，但是我有这个想法，我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坚持做下去的话，如果我推出的话，比如说我推出也推出，比如5000个 NFT 或者10000个 NFT，然后卖最开始原始1块钱一个或者10块钱一个，当做本金放在池子里面，然后不停地滚，然后把这个项目，我也会把，就是说很多游戏它没有所谓的游戏，本来大家都是冲着挖矿去的，或者说赚钱去的。但是还是要讲究一个游戏性吧，比如说 RC 它这个战斗，那完全就怎么说呢？这还算是好的，这还算就是没有什么玩法，但是其实可以设计出更有趣的玩法，就是说所谓的两个人或者说几个人一起来大型，就是他的模式是一个人之间的对抗，这样赢了的就挖矿，就挖矿成功就系统就分给你一定的币，你也可以搞成那种国战、盟战的性质，就是说，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对战另外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然后赢了的人呢就分奖金，这样的把这个挖矿的模式搞得更有趣一些。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设计这么一个游戏出来，你们愿意买我的这个项目吗？就是说你们，比如说我现在，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出来啊，但是呢，我会把它这会直到做出来为止，但是前期我会要你们推出一个项目，像有些人一样推出个项目，然后先预售一下，买这个币。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愿意买吗？愿意买我的这个项目吗？我想统计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就纯粹只是统计啊。当然，我到时候真正出项目，我不会说的，我不会说这个项目是我的，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的项目。我只是因为你也知道的原因，我也不可能大张旗鼓说啊，这个项目是我的。什么什么的，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把这个项目做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个项目是我做的，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做出来的项目什么时候做，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上多了这么一个项目，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项目是我做的。但是我想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么个项目，你会买吗？比如你，或者说你会花多少钱买？用美金来算的话，你愿意花1块钱买一个原始的 USDT？换一个，买一个 NFT，或者说10块钱、20块钱，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你觉得，就是你相信他会一直把他这个东西做出来，而且维持做长久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好了，这就是这期的内容了。我们就说一下，喜欢我的请点赞加个关注，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然后下期见吧，拜拜。